他怎么了？不好啊，一点都不好啊！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哎呦呦，你胡说些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如果为了这件事辞职的话，值得吗？你要不工作要我养你啊？Over，Over， 总部，我抓盗贼，贼跑了，我把东西还回给人家了。今天开始。Thank you.
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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